我们演唱的歌曲是大娱乐家的 Mr. Smith。 你的情商是高不满的吗？对，我看得出他长得蛮帅的啊。姐姐，我会给你机会。怎么样？这个男生可以给你机会。好好，谢谢你哦。谢你回来，你会人家要介绍他们的主题的。对对对，继续继续。我们会选 Mr. Smith 这首歌，是因为其实传播艺术系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特色，个人特色，然后但是他们在团体中又可以合作的很融洽，各司其职，就像是合唱团一样，每个女生居然的音色都不一样，但是当大家在一起唱歌的时候，有不同的成效。嗯，你有没有适合？就你有没有考虑去当讲师啊？我觉得他蛮适合当你的男朋友。哇！传播艺术系所。